他们的住处。是。一处，刘一平的事情听说了。回来路上，我听说刘科长突然精神崩溃，疯了。是啊，被子密逼疯了。自从迪特有了这套密码，半年内，国防213工程的相关科研院所、工厂以及基地，共被袭击了17次。701在各地的情报站点也遭到了迪特的破坏，牺牲了不少的同志。可直到现在。我们对子密还一无所知，简直就是睁眼瞎。刘一平科长现在人在哪儿？我想去看看他。由于他身上的密集很高，不方便送到外地去治疗。专家组建议，先把他安排在南院收发室。暂时让老王照顾他，医生每周会定期去给他治疗。校长，嗯，我有件事儿要跟您说。你说。今天有人要给我介绍工作。什么工作？他说找我去算题。嗯，那你怎么说的呢？我让他来找您。你自己怎么想的？我听您的。好，那你就别理。知道了。说说吧，这次选拔新人有什么收获？我招了3个。第一位，岩石，数学系高材生。由于他在数学领域的突出天赋，大学2年级下学期开始，系里决定单独安排他提前进入研究生课程的学习。很好。第二位潘森，实习警员，侦查和反侦查能力都特别强，在一次迪特挟制人质的突发事件中，准确抓住时机，一枪命中。至于第三位，我要向您特别请示一下，他叫孟小云，今年27岁，他有一双极其灵巧的手和一对能听风的耳朵，专门行窃大资本家和国民党高官。听几位老同志说，他过去确实帮助过地下党，提供过资金，也算是个义贼。义贼也是贼。所以我要向您特别请示，咱们701现在需要人才，他那双灵光的耳朵，如果进了监听处，一定可以帮助到我们。是人才，我们当然欢迎，尤其是在非常时期。可是这个孟小云，毕竟有前科。特训的时候，你要重点考察。丽萍。哎。你来一下。啊，来了。什么事儿，校长？我好像做错件事儿。你做错什么事儿了？当初约翰不是想把金珍带到美国留学，我们没让去吗？现在看，好像应该让他去啊。
应该去啊。真的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？他离了我能行吗？再说了，你忘了当初是怎么答应大姐的？他哪儿都不能去，你没错。看看，你招了三个人，破译处、监听处，你都照顾到了。作为奖励，我给你们行动处也推荐个人才。翟丽，别看他年纪小，老革命了。15岁当娃娃兵，后来进了701的联络站做外勤，机理超人，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，功夫也非常了得。四行左属第五张脸，第二个第二行左属第11张脸，第四个第六行左属第17张脸，第三个人没有在里面。我招他来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他的性格很像你。是吗？我敢肯定他将来一定是一个优秀的保密员。振当那边情况怎么样了？谢老师。老师，组织关系什么时候可以办？您放心，我随时可以跟你出发。那个，不瞒您说，这几天我兴奋的不行啊，有两天两宿没睡着觉了。叫你来，就是想通知你，很抱歉，这次我不能找你进彩桥。你说什么？你耍我呢吧？啊，咱们说好的，荣大头我带您见了，说好一块进彩桥的，你出尔反尔了吧你？我决定你们两个我都不招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不是那天说的好好的，只要我帮你找到。一会儿跟你解释。周处长，24小时之内，你必须回去。能再给我点时间吗？你最多还有8个小时，明天早上6点，必须出发。你的好奇心很强。
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不需要知道太多。现在我可以跟你解释。不用解释了。那个，既然残校不适合我，那我告辞了。如果我和你说，我改主意了，现在有一个适合你的职位，你还有兴趣吗？这个单位它是什么性质的？单位的名称可以告诉我吗？那我去干什么？你总得跟我说吧。保镖。保镖？没关系，你这么晚来，该不是来告辞的吧？我的确是来告辞的。哦，但人我还是要带走。第二次来到我家，与校长关着门谈了很久。校长出来的时候，心情显得格外沉重。我偷偷的观察发现，这件事情很可能与我有关。校长，我嫁给你30年，什么事情都依着你。今天这件事儿不行。我求求你，进去跟那个人说，他不能带走真体。真体。
必须留在这个家里。伤心过，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但是我知道我必须离开这个家了。师娘和师姐一直在为我收拾行李、包饺子和做衣服，校长则一个人坐在书房里，全家人彻夜未眠。离开了校长，离开了师娘还有师姐，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生活？我对天亮感到恐惧。是你的导师约翰，他写的论文集从国外寄给我的，你把他带去啊，空闲的时候呢就看看，别把自己的专业给荒废了啊。知道了，校长。还有嘛，你不是常问我你母亲是谁吗？校长，我错了，我以后不会再问了。你没错，只是呢，这个问题以后就别再问了啊。你把这个照片带上，再有人问你，你就告诉他们，这就是你的家，你的亲人。时间不早了，是不是该催催他呀？正当呢，他是你师兄，到了单位以后，他会好好的照顾你，啊，你呢，一定要好好的听他的话，啊，记住了。
这镯子是师娘的陪嫁，你收好了，别弄丢了。傻孩子，这又不是给你的，也不知道师娘有没有福分参加你的婚礼。以后娶媳妇儿，记得给她带上。记住了。以后记得一定要给家里来信。记住了。这个饺子是师娘专门给你包的。我吃不下。Thank you.
走的时候，校长没有出来送我。我知道，其实最舍不得我离开家的人是校长。真爹，我真不懂事。我要是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，我应该到校长身边去，多跟他说几句话，哪怕不说话，鞠几个躬也好。这当完同学再当同事，这缘分够瓷实的呀。赵启荣，到。知道找你来，你的任务是什么吗？报告，那个，好好工作，保卫祖国。那是荣金珍的任务。不是，那我干什么呢？保护荣锦镇。哦。鹰眼报告，七零幺的红中发牌了。那还等什么呀？明白。这么快就到了，保密单位，这地儿可真够保密的。哎，老师，不是领导，你说咱们是不是要钻地道进去啊？赵启荣，你要遵守两条原则：第一，不该听的不听，不该说的不说。那第二条呢？不该问的不问。你是韩冰吗？我认识你的时候，你还很小，
你父亲经常在我面前念叨你，他说他很想念你。不要跟我提安在兴。很抱歉，我来这儿就是要告诉你，你父亲在前几天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幸牺牲了。组织上知道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，所以派我来把你接回家。我哪儿也不去，这片林子就是我的家。你父亲说他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能送你一把好的高琴。用不着了，这么多年不吹我早就忘了，现在的我只会开枪不会吹气。没事吧？没事，他摔了个屁股墩儿。有事儿啊？疼。赵继荣，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就失败了。不，我你没有保护好他。哎，我刚……哎，你慢点，哎。这些人是冲你来的，这片林子不太平，你们还是赶紧走吧。不想为你母亲报仇吗？害死我母亲的人是韩在兴，是他的懦弱害死了我的母亲。你要用这种方式来欺骗自己吗？你把责任推到了你父亲身上，你父亲是个真正的英雄，我看懦弱的人是你，
正视自己的内心吧，别再逃避了。你应该清楚，真正害死你母亲的人是他们。跟我走，我们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战士。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你没你父亲有血性，大头，大头，你醒醒，大头，大头！他受伤了吗？报告，我检查过了，应该没受伤吧，就是吓晕过去了。把他抱上车。是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重？哎呀！也算是尽力了。洪忠能够逃脱，主要是因为有高手帮忙。高手？你们查清楚了吗？这次洪忠下山目的是什么呀？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。我们发现，他带了一些陌生人进山。眼罩摘了吧。怎么你开车呀，郑楚？怎么现在才回来？路上遇到了地特的伏击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司机小刘呢？牺牲了。大头，大头，大头，你醒醒！别叫了，下车吧。啊，是。小张，带他们去休息。是。两位，跟我走吧。这怎么还睡着一个？吓晕了。你带他回去休息，好好照顾他。是。别睡了。微梦远在
在星辰之外，微尘旋转着光的独白，微寒蔓延脚尖抽出等待，只留下寂寞的秘密在深海。接着黎明出现的微光，接近无忧无绪的终点，揭开灼烧回忆的烙印，你才是